浓浓白烟飘出，民众沿着嘴鼻四处逃窜。这里不是什么战争现场，而是大批中美洲移民聚集，想要进入美国的美墨边界。中美洲移民大肆北上，墨西哥警方25号在边境城市蒂华纳驱离集结抗议的中美洲移民之后，美国在关闭繁忙的圣伊习卓入境口岸，边境官员甚至动用催泪瓦斯驱赶部分涌向边境的示威群众。据 CNN 报道，中美洲移民组成的大篷车队聚集在圣伊习卓入境口岸，约有500名中美洲移民试图冲破口岸进入美国申请庇护，这些人中有男有女，还有许多儿童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宣布关闭这处口岸的双向道路和人行天桥，并对这些非法移民进行拦截。美联社报道，美方甚至向一些试图冲破隔离墙的移民发射了催泪弹。事实上，中美洲移民在试图冲破口岸前曾在口岸和平示威，墨西哥回应要他们等候批准，但等了一整个上午，他们开始清楚不会获得批准。接着一小群民众脱队冲过混凝土潜水道前往边境，部分移民试图爬上第一道金属障碍附近，在群众到达边境之前，聚集在围墙另一侧的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发射催泪弹。对此，网友反应两极，有人在推特留言感谢边境官员尽职，也有人担心移民安全，怒斥移民官员可耻。以上是孙宇山为您播报，感谢收看《民进电视》。